接下来要找女一号和男一号。对了，主演要是必须 找这个女一号，其实不是让人很满意。哟，怎么不满意、啊？是一个车模。那还不满意？车模多漂亮啊！叉车的车模。怎么叉车还弄什么车模啊？叉车车展的车模得跟叉车的气质差不多。啊，这也随。这姑娘哪儿都好，就是有点罗圈腿。嗨，那也不算包贬。有点罗圈腿。有点不怕。有一点。嗯，有点多点啊。反正穿上旗袍啊，啊，腿在外头。哎呵，我的妈，坛子成精了，这是。反正这姑娘要是背上发动机，就是个汽车。好家伙，这坐着轱辘来的啊，有点小毛病。这还小毛病呢？脸还挺好的。哦，她这个脸要是整容去，有2块钱就够。那都不用费多大劲。坐公共汽车去，嗯，1块钱到那儿，大夫说弄不了，1块钱回来了。哎，这2块钱也白费了。别的女孩是笑起来很好看，那她呢，看起来很好笑。差不了多少，但气质很好，还有气质呢，一张嘴一嘴的这个港台腔，哦，这很洋气啊。哇，谢谢于老师，你瞧，谢谢你用我来拍你的戏，好开心，这个味道啊，这你真的是很棒的。哦，他们好多人都认为我很磕惨啊。什么？其实他们就是在埋汰我。哦，我真的好想削他们哟。这是港台腔吗？让他们滚犊子哦！哎呀嗨，这一嘴东北词儿，哪有港台腔？挺好啊，女一号定下来了。哦，谦儿说别落我手里，干嘛呀？早晚我要潜规则你。就这坛子呀？嗯。谦儿心说，我还没玩过独轮车呢。哎呀呵，哎呀，那叫小车不倒，只管推，错不了。嗯，推车来了不就是了？没听说过。女一号有了啊，还差一男一号。男一号也得找啊。朋友给推荐了。找一谁呀、啊？有一在家闲着的男一号。怎么还闲着？对艺术要求很高。哦。一般的剧本他不接。不轻易接活。啊。嗯，有40来年没拍戏了。哎，那就没拍过戏吧。嗯。曾经获得了那个金烧鸡奖的提名。烧鸡呀、啊。嗯。在家待着正没事儿、哦、搬了一箱啤酒来。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数啊，一箱吗？24瓶。对了，我今天的工作就是要把这24瓶啤酒全喝掉。拿喝酒当事儿干。电话响了啊，一听于老师，我打的，找我拍戏。哦，我这男一号乐啊，是吧？太开心了，嘿，哭嚓就坐着啤酒箱子上了。你瞧瞧，太兴奋了。嗯，赶紧站起来了。嗯，一回头，短一瓶啤酒，也甭找了，怎么喝都是喝。上医院一检查吧，大夫说脑震荡。好家伙，还炸了！你这玩意儿，可能是大瓶的。我去，别比划了啊！喝啤酒伤了前列腺。嗯，好嘛。哎呀，去不了了。去不了，找别人住院呗。 啊就是怎么办呢？于老乐了，怎么？我自己来吧，我要演，我终于跟独轮车有对手戏了。哎嗨，那不管用。择良辰选吉日，今天开机、啊、这就开始，各部门都准备好了。哦，于老来了。怎么样？这场戏是王子和公主的爱情戏，还挺浪漫，要求婚呢。好啊。哎呀、嗯、于老站在这边，是这边是公主啊。你先起，对，就别带素着了。嗯，我是王子。哦，于老台词过关是吧？清楚，我是王子。告诉他，我的名字叫嗯，独孤孤独咕噜嘟子。你瞧我这名字。嗯，然后这儿也说话，是站起来说行吗？这是公主啊。那可不是公主吗？公主叫希勒玛雅伊斯拉巴汗。什么名字？这都是亲爱的公主。哦，想我咕嘟嘟咕嘟咕噜咕咕噜咕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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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了行了，我很爱你。是啊，我要娶你。嚯，我跟你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好，
公主说我不相信。为什么？你要骗我怎么办？这怎么能够？王子说我不会骗你。对，骗你会变大象。我爸爸告诉我了，大着皮。我去你的！相声啊，他谈不到是庙堂文化，就是老百姓的开心果，聊天能让您各位高高兴兴、开开心心三五个钟头，您乐了，我就觉得好开心。是，而且于老师这是为了艺术做出了贡献。你看，说的我还挺自豪，你知道吗？一上场那么多的姑娘拿着吃的喝的花都给您，嗯，这不就说明观众爱您吗？这大伙儿抬爱，我一眼就看出来，一眼我就瞧出这些个女观众那个心情。他们怎么想？她恨不得嫁给于老师，嗨，给郭德纲生孩子。哎，那咱们仨就好好过呗。啊，天涯情雪多少爱，江湖夜雨是非愁。哦，干这行最简单，但干这行是最难的。真不容易啊！嗯，面对观众，老是一颗感恩的心，那必须的。每一张票都得对得起您。是啊，怎么能让相声说好啊？嗯，天天发愁。哦，仗着有于老师帮助我。哟，您客气。还真嗨，您我跟您我说实在的，我也没拿您当那个正常，拿当一个好，当一好人，当一个，没拿您当那些普通的说相声。这是吗？啊，是。哦，在我心中，于老师，哎啊。就是这份儿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不是这怎么到底是什么呢？就说好啊，好，您得把手露出来，好，这露出来就露馅了。哎，好，指不定怎么比划的呢。于老师在我心中这份儿可好？说一句，说一个不合适的比喻吧。哦，您试着说一下。他，倒退十几年前，二十几年前，有一种新兴的娱乐形式，哦，叫洗头房。这个怎么了？已经被取缔了。啊，现在没有了。没有了啊！二十年前，街上有那种里边点一小粉灯，哦，屋里边坐着一大姐姐。大姐姐，她说她是美容美发的。是啊。你把她那屋拆了，把地再挖干净了，也找不出一把梳子来。哦，那个地方。咱说句难听的话，很多相声演员去过，这不少啊。但是，嗯，于老师没去过。哦，你说这个是，我倒不去那地方。打那门口一过，他都不知这屋干嘛的，不懂啊。啊，这走过去了。嗯，我回来吧。我为什么路过这门口走的那么慢呢？我这姿势走过去，买了张报纸啊。不，就别就翻着了那个，就不用把手不用。非得屋里的大姐喊他，哦，叫我，敲玻璃，敲着玻璃，玩会儿嘛。嚯，好家伙，这谁玩谁呀？这怎么那么粗的声啊？这个能把他吓一跳。那是啊，我行了，别，我吓一跳，我什么？我要现形啊？是怎么着？愣了啊，把手放下。拿着报纸呢，这早拿一报纸干嘛呀？愣了啊！多少钱？就别问价儿了，我不进去，我问什么价啊？没进去过。哦，君子。啊，对，那不进那地方。啊，哦，话不能说太绝对了。怎么？还有一个说相声的没有去过。哦，还有这么正人君子的。那个人叫孙越。哦，孙越也不去这种场合。跟岳云鹏说相声的那个胖子。是是，五百斤吧，得有。对，这个桌子挡不住他，这太宽，他那裤衩脱下来不穿上，你不知道干什么用的。嗨，没形儿，那绣上花就是个桌围子。哎呀，太费料子了，坐飞机得买两张票。您听听，两张都得靠窗户。哦，那就把人过道都堵上了。这个胖子没有去过洗头房。啊，他也是正直，进不去。嗨，门窄，合着是太胖了啊。所以说于老师在我心中这份儿，哦，好，正人君子。您太捧我了，真的，这是实话啊，不敢当。重感情，那倒应该重感情。是是，六岁，嗯，就爱上了他的表妹。爱上我的表妹？嗯，我爱你，我要跟你结婚。不懂事儿。表妹叫绿茶。哦，
绿茶婊啊！您别来这套啊，这词儿我们懂。小名叫绿茶，没有这名。绿茶不可以啊，表哥，我不可以嫁给你啊。小孩懂。我长大之后是要嫁给王子的。哎，怎么就非得嫁给王子呢？因为我吃饭用筷子拿得远。不是，这代表什么呀？这个老太太们经爱说这个。有讲吗？吃饭拿筷子拿得近，哦，嫁得就近，哦，拿得远，嫁得就远。对，有这么个老讲。我以后要嫁给王子的。哦，这就嫁王子。我的王子叫独孤孤独孤独独。这嗨。还是我那个，你跟他说，啊，嗯，我嫁给王子，嗯，小孩瞎说呗，可不吗？啊，嗯，越用越远，那么长筷，后来两根筷子接在一块儿，嚯，长大之后果然嫁给王子了，嫁给炸油条的了，哎嗨，也就炸油条用这么长筷子，啊，这小时候，嗯，有一点于老师值得表扬，又有什么呀？在他结婚之前只交往过一个女朋友。你这就很正常嘛。那个女孩我还见过，这是小名叫彪子。我女朋友小名叫彪子。嗯嗯嗯嗯嗯。啊，嗯，还嗯嗯嗯，小名叫彪，昵称啊，叫彪子，大名叫王钢铁。嚯，好家伙，指不定多硬气呢。嗯，长得很好看，有特点。那是是吧？往哪一坐帅啊，哦？起来吧，这是。离叉车远点儿啊！花前月下，卿卿我我，交朋友嘛。没事干的时候，谦儿带着彪子啊，就别提彪子了。找一个卖果汁的地方，就是水吧，俩人一人拿着一杯奶茶，我喝奶茶，黑珍珠奶茶。那时候正兴这个，一人一大杯，嗯，上面有吸管，对，对脸这么坐着，看，俩人。叼着吸管，嗯，哎呦，我们这是喝呢，是吹呢，搁这开心嘛？你看我，看你，哦，玩这奶茶，吹出哨来了，是怎么？这一玩呛着了，哟，大粒的黑珍珠啊，顺着彪子这鼻子眼儿噼啪噼啪，哎呦，这鼻子眼得多大呀？这满桌面都是，哎呀，把谦儿乐坏了，那还不乐？可乐，嗯，别吃啊，不行了，行了，哎呀，行了，我倒不浪费，这个是，多恶心啊！开心呐，怎么就开心了呢？两情若在长久时，啊，又岂在猪猪肉肉？哎嗨，那叫朝朝暮暮，高兴啊，彪子。拢了自己头发，哦，谦儿，嗯，待我长发及腰，哦，这句话怎么意思？好多人说，哎呀，这两年网上有，这两年你才看见，哦，18年前于谦就玩过这个，我们早就说这个。彪子说，待我长发及腰，这我得往后接。谦儿乐了，我说什么？拉屎要撩，哎嗨，哎呀，我这太水了，这词儿啊。彪子不满意，当然不满意，站起来了，嗯，夺门而出。人家跑了，谦儿赶紧追啊，追他回来啊，把门又夺回来。不，这彪子抱着门跑的，合着这得多大劲儿啊！这我追门去了，这是很好，还好呢。这是于老师生命中的一个过客，赶紧过去吧。啊，啊，接了过客之后，我接客去了，是怎么？什么叫接了过客呀？过客也是客呀嘛，是吧？我就行了。送走了过客之后啊，遇见了谦儿嫂，啊，就我媳妇儿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这是老话儿。两个人结婚了，是是，恩恩爱爱，卿卿我我，我们真挺好的。那个对联就说你们两个人，哪个对联？今天好比7月7，旁边呢？水鸟配了外国鸡，哎，这什么对联儿？这天上金童配玉女，哎，这下联儿；地上瘸驴配破驹，哎，还有半句什么？就想不起来了。你不用说了，就说您二位般配，哎，这行。刚才在后台演出的时候要换裤子啊，于老师脱了自己的裤子要换演出的服装。哦，我一看我就感动了。怎么感动？人家两口子穿的是情侣裤衩儿。是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，哎哎，不是你他妈。
吧，就别比划了。你怎么知道是情侣裤衩啊？哎，行，别想啊，别装着玩。我是听高峰说的。哎呦，好家伙，合着就瞒我一人呢。对，不是，就说这个意思啊。两口子真好，反正我们有基础。这么些年来，嗯，我跟于老师没有抬杠拌嘴，都是因为嫂子劝我们俩。没红过脸，有一回抬杠拌嘴，有一回有过吗？有一年我们俩走的那个王府井，哎呦，那多热闹的地方啊！一边走一边探讨一个相声作品啊，因为艺术。我说这个节目就应该像是穿衣服一样，怎么讲？一层一层的把它弄起来。哦，谦儿说不对，我的意思要像脱衣服，怎么说？一层一层的把它脱开。哦，像穿衣服，嗯，像脱衣服，这就拌嘴了。我不理解，是我脱给你看。嗯，我一丝不挂，我对艺术太执着了。仗着天气还不错，六月三伏，三九了，第二天，好家伙，冬天呐，王府井人山人海呀。是啊，这边旅游的大车又来了十辆，哎呦，下来无数的人呐。是吗？导游举着黄旗儿啊，各位开眼的上这边来。哎，好家伙，消息传得还真快，把我臊的。你干嘛了？太丢人了。怎么办啊？抱着于老师的衣服就走了。哎，你呀，太缺德了，那叫。于老师，嗯，咳嗽、感冒、嗯、发烧、肺炎，住医院了。那还不住院？嫂子给我打电话，是吧？你缺德不缺德呀？是该批评你。你把他衣服抱走了啊？啊，就是。他都住医院了，真是。你上家来一趟。这时候上家来一趟，我要批评我。哦哦，去吧。啊，到这儿了，一砸门，是听里边声音，就是嫂子来开门了。怎么知道的呢？她一边走一边唱着歌呢。啊，对，她爱唱。三那月的这个桃花开呀，哎哎哎哎，情人郎你也老没回来，哎哎哎哎，解开了香罗带，我是露出了兜兜来，脱毛裤啊，哎，就穿上。什么呀，就毛裤都脱了？你开门啊，进来。哦，这才进来了。是嫂子好。嗯，她可住院了，多心。肺炎，你说怎么办？是没事，嫂子啊，八宝山咱有朋友。哎啊，刚肺炎就往八宝山送啊？他要是能自个儿走着去呢，咱们还省点车钱。好家伙，你憋着让我走炉子里去是吗？嫂子说你这人真缺德。可不是吗？知道吗？啊，吃饭了吗？嗯，我说还没呢。嗯，等着我给你包饺子。什么就吃饺子了？好吃啊，不如饺子好玩啊。怎么着？可不如包饺子。您别这胡说八道，你们俩不能吵架。这对了，要好好的说相声，这才对。又吵起了电话来啊。谦儿啊，怎么着？我刚批评了德刚啊。是吗？你以后也要好好的，听见了没有啊？我怎么了？你要是再这么任性的话，以后你别回家来了。挂电话了。哦，解释给我看，让我知道知道好歹。哦，电话那头于谦很生气。哟，我啊，你这事闹的，感冒病了还说我，就我本来就冤呢。不回家，不回家吧。啊，在医院住了一个月，就赖在医院了。好嘞，不回家。就这个人小心眼儿，怄气。我这是小心眼儿吗？本来就是。后来大夫说：“您快走吧，差不多没事儿。您这哪能跟我们这儿住着？您赶紧走吧。”轰回去了。给轰回来，轰回来不回家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找地儿喝酒去。我出去耍去了，喝酒去。哦。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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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。真喝。哎嗨。我老怎么带着嗝出来呢？抽烟，多少年都这么抽。嗯，好家伙，就跟外边啊，啊，打医院出来是上午十点半，是，一直喝到夜里十一点多。好家伙，在外边晃晃悠悠的，半天多啊。走，我不回家了。哦，我决定要学坏。我怎么叫学坏呀？我那个哪里还有那个粉颜色小灯的那个地方？好家伙，我想起这个来了。早没有了，就取缔了。那都20年前的东西了。是啊。不去，我一定要去。我要潇洒走一回啊，要不太对不起我自己了。我去一次。走到黑灯一点小胡同啊，这儿站着一大姐。哟，谦儿过去了。是啊。吴师，哪儿就跟人说价儿啊？我吴师行不行？哎呦，人家啊愣了。是啊。40吧。哎，还还还价呢。
谦儿说好啊，这就解扣，脱一大光膀子。你瞧瞧，刚脱一光膀子，嗯，警察同志们来了，真快，手电筒一照，上，啊，干嘛呢？逮来了，谦儿这个横啊，啊，管着吗？我媳妇儿，啊，两口子亲热亲热，不行吗？你瞧，哦，好，对不起啊，啊，不知道这是你媳妇儿，真是，啊。你要不开手电筒，嗯，我也不知道是我媳妇儿。哎，不，真是我媳妇儿。谢谢吧。嗯，相声啊，都是编的。哎，刚才这是真的。谁说？怎么到这儿是真的了呢？一说一乐。对了，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哎，都假的。我们这个文化水平也在这儿呢。嗯，能量都一般。嗯，啊，您各位藏龙卧虎。哪行业的高人都有，是我们是作为相声界的小学生，哎，啊，跟这儿一说一乐，可能有的话您还听着未必合适，啊，啊，慢慢提高吧，别往慢慢提高，尽量的把余下的事呢再挖掘一些，就别挖掘了，够深的了，您这个，德云社是一个民间相声团体，哎，啊，虽然身在体制外，嗯，但是我们也愿意好好的给观众说相声，这是我们的本分，位卑未敢忘忧国，是能够给人民带来快乐，这是我们民间艺人的最高尚、最值得荣幸的地方，追求的这个、啊、整个这个德云社这一帮，其实谦儿哥跟高峰净替我受累了、嗯、怎么叫受累，您真客气，大部分是徒弟跟孩子们，是他们都替我啊，有的从专业上，有从思想上帮我做工作，包括高峰啊，高老师，高峰就刚才说外语那个、啊、对，我们出国都是高峰给当翻译，好家伙，找回不来了、哎、哪回挨打都是因为他，哎，肯定挨打，嗯，那站着吧，老高来吧，老高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还拿水来，嗯，我您要学外语吗？哎，不学不学我师弟，对，高峰，这个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，侯三爷，谦儿的师父是师父宽先生，没错，高峰是范老师的学生，对，范老师是范岛爱，哎，去，您再说人各位都信了人家，啊，我师父叫范振玉，翻译过来是范岛爱，就没有翻译啊，没翻译叫范岛爱，哎，去去去，根本他就一个名字，范岛爱，对了，像话，我师父叫范振玉，范振玉。艺术家，当年的老前辈，是，哎，可惜呀、啊，嗯，三位先生都去世了，是，多遗憾。哎，我师傅活着呢啊！哎，好家伙，您这一句话就说死一个，您这求生的欲望多强烈！是谁死了呀？这是，这话也过分了啊！是，应该咱们出了正月再说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就活这半个月呀、啊。嗯，哎，还正好半个月，我去，对对对，你可别许他，回来他讹你。我还说多了啊，这哥俩不容易。客气，在德云社，这是晴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。您捧得过高了。今生今世，我是无以为报。那么您打算呢？若有来生，怎么样？这下辈子我要当了皇上，嗯，于谦儿，哎，怎么着？你就是我的大太子。高峰，我呢？你是我的二太子。行行行，您别说了，全是这给各位都气乐了。不是过年过糊涂了是怎么着？真是，凭什么你是大太子？哪的事儿拿起来就说你大太子，你二太，凭什么呀？对不对？你先等一会儿啊、哦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气糊涂了？你怎么会？他说的哪儿？你就冲我来了？怎么大？在这我怎么在这说？我凭什么不能是大太子？这叫矫情了啊！怎么叫？没有理由，没有根据，你这凭这不矫情吗、啊？你有什么资格当那大太子啊？哎，你说别的还？你说提资格啊？你说说怎么了？你大伙儿也都明白，你想想啊，我跟父王合作多少年了，我们对不对？朋友们，您听这像话吗？啊，这个合作跟排行有关系吗？你二太子一样合作呀，对不对？那咱就不提合作呀，咱们就说岁数，哎、岁数怎么对吗？我这虚长几岁，我当哥哥的，我现在弄一大太子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别人有意见吗？你大太子，你岁数大，你死得还早呢，对不对？哎、你说不着那个，骡子大马大值钱，人大不值钱。我大太子，你剩下你挑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这我刚琢磨过来，嗯，咱俩都儿子辈儿了，咱俩这争竞什么呢？跟这儿，跟他争，你跟他争去啊？姓郭的喊陛下，我想毙了你。
哎，陛下不是我们怎么成儿子了？哦，嗨，咱不相好吗？你高了一辈儿是吧？这去啊，平辈儿，什么叫高了一辈儿、啊？我那意思是说咱仨得好。哎，这话对，怎么才能好呢？您说一下，让于老师唱个歌吧。哎哎，这就好了。上玩什么意思？哎，你瞧瞧，嗯，您给来来吧。什么？我唱一歌就好了？咱们今儿十五嘛，十五。哎呦，您看看，您不用点了，我就会这么几个。真的，这个这以前听崔健的，喜欢听就那么几首歌，摇滚明星带的啊。对对，您给来了，一无所有，咱们就唱几句好吗？哎，好啊，要这气氛。哎，就图个热闹啊。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哦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哦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好，瞎闹。哎，哎，唱完了咱仨就好了。哎，对对，你看，我给你们唱个小曲儿吧，好吗？哎，太好了。清朝乾隆年间有本书叫《白雪遗音》，多好啊！记载的是皇宫里边给皇上啊、给娘娘听了一些个山歌小调啊，那错不了，阳春白雪。哎，风花雪月的东西啊，太棒了！不要捣乱啊！哎，您唱吧。小寡妇，就到这儿，您就到这儿。我不是拦您啊，这皇上还没我这品位高呢。您这是给皇上唱的吗？给太监听的，这像话吗？您小寡妇三更半夜雨泪纷纷，思想起多情有意的人，我为你往山跑死马，我为你杀驴等黄金，望断天涯中和而永，骂了声抽烟喝酒烫头的人呐、啊。相声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艺术形式，哎，形式简单，但是也是最难的了。对啊，它其实是心理学的东西。没错，平时在一块儿我们就得研究这个相声作品。是啊，但是有时候我找他们俩就远点儿。哎，道远，我住在北京锦北边了，北五环外啊。他们俩是住在锦南头。对对，南边。他们俩住天堂河这边。嗯，哎，我们俩住公墓里头了是吗？对啊，你这抬杠了吧？天堂河是公墓，住八宝山边上都得烧吗？对不对？人这话也有道理。天堂河火葬场旁边有一小区，他们俩住那儿。你瞧买这地方，知道吗？嗯，一人一套烟景房。烟景房。嗯，什么户型？烟筒，我们俩。四季如春。哎，是啊，暖和暖和。常年的给暖气。哎，对，还不花钱呢。所以他们俩最好。嗯。哎，回家也能聊，上于老师那宠物乐园也行。哎，对对。熟悉的观众都知道于老师在南边有一个宠物乐园，哎，养各种的小动物。没错，这个爱小动物爱小孩这都是好人，有爱心吧？有爱心，尤其于老师，嗯，爱小动物已经到了疯狂的状态了，太喜欢了，已经到了每顿都得有了，哎，吃了，爱吃小动物，这啊，这怎么做法不重要，哎，是，这重要是吃啊，各种小动物都有。嗯，有一天高峰就说了，我可不可以买一只小猪，哦，养在你的宠物乐园？哦，迷你猪。对，家里没地方。对，谦儿好朋友，我说买两只。为什么买两只呢？我买一只，你买一只，让两只猪有个伴儿一起成长。
您是有爱心。对，买。好，这俩家伙连猪都不放过。哎，这叫什么话呀？两只猪买来了，对，大小肥瘦模样都差不多，猪都一个模样。有一个难题，什么呀？谦儿说哪个是你的，哪个是我的呀？分不出来，分不出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于谦儿聪明，是拿刀揪这猪耳朵，刺，嚯，这是切下一只耳朵来，啊，惨呐！高峰，嗯，你那个啊，两只耳朵。哦，我这个一只耳，哦，这就区分出来了。什么办法？中午就把这耳朵，俩人就吃了。哎，对，有了韭菜了，这是。爱小动物啊，对，爱耳朵，这是。转天给高峰打电话，嗯，你来一趟。咋了？俩猪打起来了。嚯，怎么？这个把那个耳朵也咬下一个来。哎呦，他看着生气呀。俩一只耳分不出来了。嗯，是。去了研究半天，得了，再来一刀吧。这是刺儿切了。是。你那个有一只耳，哦，我这是个秃猪，哎，对，一个耳朵都没有了，冰耳朵。嗯，转天又打电话，是，又打起来了，哟，那耳朵也没，俩秃猪，得什么玩意儿这？谦儿聪明，嗯，拿刀切尾巴，刺儿，对，咱们尝个新鲜，好不好？哎，对，得换换口了，老吃耳朵也腻。嗯，我这个前后都没有，嗯，枕头猪，哎嘿。那就是枕头，不是猪。你看你那个呢，嗯，还有个小尾巴。哎，转天打电话了，是你来看看吧。嗯，咱有俩枕头了。哎，对，对，快睡了这就啊。那个尾巴也没了。那，嗯，俩人愁的眼泪汪汪的，实在没得剁了，分不出来了。是，就是，还得说于老师，我四十分钟后一跺脚，嚯，哦，说，啊，嗯，黑的是你的，白的是我的，哦，色儿不一样。这是谁送我师傅的枕头？啊，嗯。这要干什么？这别闹，孩子，啊，这人家孩子这意思你还不知道吗？啊，嗯，行，我会好好躺着的。嗯，这个这是桃哈，啊，嗯，像我啊，哦，那是那姑娘给的哈，谢谢。这谁送了一屁股？这是，嗯，粉色的，嗯，粉屁股，嗯嗯，我就留着这个啊，可爱这个，特别好。今天是我们德云社这是20周年闭幕式啊，嗯，对。并不是特别开心能够跟我师父跟我大爷在一起，你这在一起演出干嘛这么咬文嚼字的呀？我得说得清楚啊，让最后一排观众都能够听得见。够清楚，我师父我大爷啊，他们，你大爷的，大岁数，让孩子痛快痛快。什么叫痛快？我们爷仨在一起演出。嗯，其实很多朋友都说今天为什么孙越没有来。嗯，有点别的事儿。一大活人，哦，死了那就好了。哎，对，没有没有，他有点事儿。嗯，他媳妇给他生了个孩子，挺好的事儿啊。哦，他媳妇给他生了个弟弟啊，哦，就是他这是好事儿吗？这个好事儿，好事儿，特别像孙越。怎么会呢？哎，这特别像，哦，特别像，你也下得去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里这个态度就对，别承认啊。嗯，所以说呢，孙老师有点事儿没来，哎，改成我们爷仨，嗯，给大伙儿奉献一段，嗯，给大伙儿，咱别说了，怎么办呢？其实我这个人不爱说，我也不会说，嗯，唱一个吧，好不好？刚才呀，我师父唱了很多，那都是小曲小调，嗯，没有歌。哦，像我们这些个90后，我们对这个歌啊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多少他是有些个研究的。岳云鹏，岳云鹏孩子，别着，你大爷拦着你呢啊！那个，你刚才说你多大了？90后，跟我一边大。对，去，这爷俩怎么都这样啊？你们，我比他月份大，嗯，我80后，80后，您是？80后是真的，我师父70后，我70后啊，我大爷60后，我60后都不行啊，你们还要怎么样啊？我们仨加起来400多了，开心吗？反正还年轻吧，年轻。我对歌呢，就是歌曲啊，就比较有研究。你等会儿，你对歌什么？歌曲。你那个嘴里有袜子啊！
歌曲啊，嗯，对歌曲有些研究。我相信六零后和七零后对歌曲呢就没有研究。你等会儿，他们也不懂。你等会儿还不懂什么叫流行，什么叫民谣，哎，什么叫摇滚。我们那个年代有我们那年代的歌曲。嗯，你要死是怎么着你？我还挺爱看他这表情的啊。那个有个文言词形容你这个状态，叫剑气浪当。这看着清华毕业的，那是啊，嗯嗯，有点这个，可以可以，好，这也是浪风抽的了啊。比较喜欢这个剑气浪当这个感觉，嗯，大气。这样吧，我唱一会儿吧，好不好？这个你等会儿你怎么好边儿？您二位就回去休息好吗？不是你怎么你就要唱一句？您累了，您累了啊。休息吧，你先甭说累不累，开着车，开着车奔二环，然后直接到家，到家让大娘给您端一盆洗脚水洗脚睡觉。你管那么宽干嘛呀？你媳妇还给你端洗脚水呢。也行行行了，行，我也是好事啊。不是你怎么着，我就让我们回去，你要唱什么呀？就让我们回去吧。啊，我自己唱，大伙儿喜欢我，我自己唱。您也回去吧，好吧？我回去顺二环走，你大妈给我端盆洗脚水。我们仨赶紧睡觉。对啊，你们家怎么那么些水呀？嗯，行吗？别喊，你好容易你来一趟，他现在特别忙，一天到晚的啊。是。然后这个演出啊、拍戏啊、做节目啊，哈，这个好容易回来一趟说相声，是吧？对。这我徒弟里边颜值最高的了。嗯。孩子长得肉头啊，又狗狗又丢丢啊。这词儿我都听不明白，这都是俺们上校的时候学的。哎，对，烧锅炉教的。谢谢。那个，你今天要干嘛？就是唱一回，唱一回你们二位就是不会的、不懂的，哎，没有听过的，好吗？哎，孩子，你别这样啊！就说现在你是挺红的了，但是我没有听见是什么。爱听这句。就说你现在你是要死啊！嗯，你要说唱传统的东西，好歹我还知道一些。嗯，唱歌的话，你大爷是行家。因为你大妈在歌厅里红多少年了？你说点别，所以老提这个嘛，就说这意思啊，不让提了，大爷是不是？压根儿也没有。哎，咱们就当没这么回事啊。干嘛就当没这么回事啊？所以说你说话别太狂，孩子啊。那你要愿意唱，当然是可以了。对，我们也可以听听啊。唱唱，干嘛让我们走啊？嗯，哎，这样吧，啊，你们回去吧。哎。不是你当着我们唱不出来是怎么？不是，就是怕你们不会丢人，这么大岁数了，我们还怕丢人，还在乎这个？哎，没有这样的，你就唱一个你们不会的吧，来吧，听这个啊，嗯，新歌，来吧，新歌，爱听新歌，嗯，花篮的花儿香，听我来唱一唱，唱一呀唱。来到了南泥湾，南泥湾好地方，好地呀方，好地方来好风光，就别起范儿了，你们就别拍了啊！好地方，到处是庄稼，遍地是牛羊。这叫新歌。有这歌的时候，你祖母还是少女呢。你不要说的这么有画面，好不好？说的牙碜点吗？有画面，有画面。我祖母年轻的时候特别漂亮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就行了，行了，可以，好，不要拿这个诱惑我们。嗯。花篮的花，我们吃过见过啊。啊。花篮的花儿香，南泥湾。啊，南泥湾。不错不错啊，听这个啊，我都轮着他表扬我了啊，你说我怎么混的？听这个，嗯，新歌，好的。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的，这倒不长狮子，都给抖了，小姐。两岸，我家就在有点凉掉了。你看我们孩子这心理素质，冻上了也得给你唱完。
一条大河。哎，这歌叫一条大河。我也是懵的。啊，这歌你祖母也没结婚呢啊。这歌在我们那儿一分钱听七段，还管饭。听这个吧，好的，新歌，期待，嗯。你祖母来了。他还站起来举手呢。嗯，我祖母挺年轻的啊。那是，你刚才说挺好看是他吗？嗯，好。哪儿都直了，脸脸都直了。嗯，我师父最近怎么了？你那兴奋。嗯，再来一个吧，我再来一个。哎，来新鲜的，新鲜的啊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走，哦哦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，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直到雨淋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成都打有狗那年头就有这个。那你有点瞎说了。你得问问哪年有的狗。哪年有的狗？你今年多大？我三十二岁。三十二年了。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姜还是老的辣。别走，再玩会儿。哎，这个，好好好好好。好耶！你们最好照着词儿说下。哎，对，特别想没有词儿啊，玩我好。好，这个要求我们得满足。我给大伙儿好好唱一首歌吧，好不好？橄榄籽唱给不是，手串之歌，不是，橄榄籽儿，橄榄花的还是素的呀？橄榄菜不是，橄榄菜拌饭的，橄榄油，橄榄油，橄榄油，哎，擦屁股的，嗯，揉后脊梁的啊，橄榄树，哦，树上有籽儿啊，齐豫的一首歌，好，齐秦的姐姐橄榄树，好不好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要问我，哎呀。好听啊，各位，我就喜欢，我就喜欢，我每次听这歌，不要问我，我就能高潮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特别兴奋，特别兴奋。我要不我走吧，你们俩聊吧。说你这状态跟你谦大妈一样，是不是？特别开心，听着啊。不要问我，哎呀。你唱不唱了？听着啊。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不是那个了吧？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。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很多。巴扎嘿，哪有这个呀？我也不知道配合的对不对啊？我是不是唱错了？反正没听出奇遇的味儿来，这个我倒听出监狱的味儿来了。啊！不要问我，不是不是，你已经唱了越狱了啊！不要问我的，不要问我，医生刘德华了。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不要我，哎呀，这找着，终于找他这个玩意儿不用咱帮忙吧？不要问我，他没准他唱他了，咱俩聊咱俩的吧。听着，反正咱俩得在这儿，那错不了，拿钱了，特别好听。你等会儿，别闹！那几个孩子都批评你们，别大茬，跪好了，跪好了，跪好了，没等他想起来呢。哎，跪好了，一会儿来刽子手，拿着锯，嗯，好快的刀。你别管我们，你唱你的，好吧？咱们各玩各的，好吧？要不这样吧，说你二位这边说，我上那边唱去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
咱别在一个画面里。那是那是啊，咱俩这活也不挨着，是不是？好快的刀，听着啊。我听了刚才那个菜市口砍头那个哈，听了啊，嗯，听了听了。我问你，嗯，哎，田字那边出的，这还行了。苍蝇拍，苍蝇拍，嗯，炕啊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嗯，《西游记》主题曲。我的故乡在远方。女儿国，东海。为什么流浪？为什么呢？哎，校长问你呢。嗯。忘词了吧？好好的敬业啊！流浪。差一句呢。啊，为什么流浪？流浪远方，流浪还真差一句。巴扎嘿，老有这个，没这不够底。嗯嗯，于老师唱一个吧，好不好？别，我别唱。我知道，刚才于老师唱了一个《同仁堂》，其实于老师唱那个《我要你》特别好听。哦，我要就那个这。你们两口子都会啊。你大妈净给我唱这个来着。大妈老说我要你来。别的，今天你来你唱。我唱，我不知道大伙爱听什么。大伙点几个，点几个，我别唱。你要问他们就是五环啊。有说送情郎的是吧？送情郎啊。啊，还有喊十八摸的啊，一定是我的同学。嗯，十八摸，要不您二位演一个好不好？反正闭幕式了，开心了，对不对？大伙儿把手机关了，来，二位演一个十八摸，来。你们这票钱都多少钱花的、啊？这，你以为到我们学校来拖一个啊？我的天哪，我们仨完全没在一个频道。我觉得我还年轻一些。这场节目串了台了啊！是是是，五环之歌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吐了，我也吐了，我也吐了，臭了街了，嗯嗯，不唱了哈，那唱一个别的。送情郎啊！送情郎吧，送情郎好一点，嗯，好。行，啊。五环，你们会唱还让他唱？啊！巴扎嘿！哎，好了好了，够了够了，我一听这歌我就浑身头疼，知道吗？真的，宋清郎唱给大家啊。一不叫你又来呀，二不叫你愁啊，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拉包他镀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要要送到了大门东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，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西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，又想起
身子虚，吃不得那凉东西呀。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北呀，一抬头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，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儿啊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。让您说吧，我就刚才您那个这是打压那意思，打压这不是哪位送了一袋烤鸭搁在这儿啊。嗯，挺好，好吧，挺好。但是你唱的没有你谦大爷唱的好。对，我谦大爷唱的好。谦大爷唱的真好。嗯，您老唱那什么，弄一红裤子，不是拉一红，拉一块红布，一块红布哈，一块红布很好。于老师唱一个，你们爱听吗？我这怎么着让他上来让我唱？你这哎，有您的观众啊啊！一块红布哈，唱几句啊，好。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，嘿，蒙，哎呦，我错了，再来，重来，大爷，重来，吓死我了，你这，重来，我以为掉井里了，没事哈，没事，那天是你。别闹啊！我错了，刚才我不应该搅和了。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唱了。你们管着有我呢。哎，对，这儿有我呢，你唱吧。你唱吧。你让他唱吧。别搅和。不是怎么意思、啊？让谦儿来唱，谦儿来唱、啊、唱的好，嗯。别闹了啊！还急了，你看他还急了。哎呀，就两句，一块红布啊。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，来、哎、来来。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说穿。镜头还挺好。唱啊！不唱，唱啊！张嘴，再唱又到同仁堂那儿去了。大爷的新版好，我刚才新版不好，您随便搅和。所谓的版指的是节奏，对，新版就是心里有自己的节奏，对，你外界怎么搅和不能乱，嗯，这是真功夫。别新版，我还老版吧。那别搅和了，于老好好唱一个啊。好，哎，我这心理素质才正好呢。来啊，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，也蒙住了天。你问我看见了什么，我说我看见了幸福。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，你让我忘了我没地儿住。你问我还要去何方，我说要上你的一路。就唱了那么几句，这瞎闹。我还是真挺爱听于老唱歌的哈。哎呀，我真好，师傅您唱一个吧。哎，我不会唱歌，孩子。我确实，我师傅唱歌就都是戏味儿啊。我会唱什么呀？大约在冬季啊。轻轻。大爷在冬季。大奶奶不在冬季啊。大爷在夏季。我原来跟齐秦关系可好了，自打唱完这歌，我们都不来往了。够一万人微博上私信我说缺了得了啊，这歌不会唱了已经啊。其实我这个特别通俗，来嘞，轻轻的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耶，我
我师父唱过很多歌，嗯，什么什么花心，什么什么那个外婆的澎湖湾，这都是媳妇。外婆澎湖湾我倒是会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出沙滩。哎，这挺好。唯有椰林缀斜阳啊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因为这个歌，我已经当选二人转协会副会长了。他们说我唱的可有那东北味了啊，特别好听，特别好听。唱的我唱没他们俩唱的好。您客气。因为今天这个演出您也看出来了啊。其实我们自己内部知道今天是德云社成立20周年演出的闭幕式，就热闹，但是没敢折腾这么大，嗯，因为在2016年4月份的时候就在这个剧场是德云社成立20周年的开幕式，嗯，结果这一演演了一年，整个2016年德云社超过5000人以上的大型商演，我们演了是几十场，是90场还是多少场我忘了啊，然后小剧场商演是3000多场，我们不能再敬业了，再敬业就快累死人了啊，演了一年，然后到今天这个系列演出呢算是一个收科，对啊，就告诉什么岳云鹏啊郭麒麟呢在外忙了，演员都得回来，您也看出来了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相声大会，对，为了就是跟大伙儿一块玩一玩，热闹，感谢您各位支持我们这么些年，对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，郭德纲于谦岳云鹏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哎，谢谢各位，谢谢支持，谢谢岳云鹏，是我徒弟里边佼佼者。不错。为什么说佼佼呢？因为他两只脚。啊，这嗨，佼佼者啊，挺好。这些年就算不错，我们是一步一步的看着岳云鹏成长到现在。嗯。就算有良心，这孩子就算不错，挺好啊，挺好。这个在后台啊，就我们这个辈分呢，其实并不多。德云社啊，就搁在一块儿，反正好几百人了。孩子们居多，哎，大人们少，尤其大人要是没溜就根本就管不了孩子，哎，这叫往我这儿比上，平时连高老师啊在于老师其实是没少替我受累，您客气，给孩子们有时排练呢，有时思想工作什么的啊，高老师其实高老师请来吧，高老师在了吗，哎，高老师来一块儿吧，一块儿上来吧，来高老师来好，高老师改茶房了，哦，高老师得了，谢谢您，送水的专家，我也说他实在喝不了了，哦，那行，那个高峰我师弟，哎，我们仨在这行里边算是平辈，对，过去来说说相声说头一辈谁呢，嗯，因为我们没法分第一辈第二辈，怎么啊，这行他哪有说从谁开始的呢，他都是清朝末年，嗯，那会儿来说皇上西太后去世了犯国丧，哎，艺人们不许动响器，哎，禁止娱乐，你说你拉个弦儿啊敲锣打鼓啊都是不允许的，对，因为100天不许打家伙，嗯啊，皇上家经得起，老百姓怎么办呢？吃谁的？100天不让唱戏，这唱戏就得饿死。那是，好多艺人就上街了，不让敲家伙就清唱吧。嗯，其中就有艺人把自个儿会的挪到地上清唱，唱一段吧，或者讲个笑话。嗯，这是最早期的相声的雏形。哎，后来就并在八角鼓里边，其中有这么一种形式叫相声。嗯，后来有一位集大成者，这人叫艺名叫穷不怕。嗯，唱京剧出身。啊，本名叫朱绍文，对，老前辈，算是朱先生呢，在这方面起了很多总结性的作用吧。对，后来说相声说得了，朱先生是咱们的相声祖师爷，哎，所以我们就把朱先生朱绍文当成第一代祖师爷，创始人。后来啊，就来了帮专家，专家们说我们查资料了，哦，资料上显示有一天朱绍文穷不怕先生走到街上，看见一个叫张三路的人，就喊了句张老师。嗯啊，那这么说张三路是祖师爷吧，嗨，其实并不准确，可能打个道，他再往上其实还能有4-5辈是吧，对，但是专家都说了，说这张三路算是第一辈，因为最早我们是以朱绍文先生为第一辈，传到我们这是第7代相声艺人，没错，后来就加上张先生我们算第8代，哎，还加三儿的，你后边你说再找出几个来我们这辈还得下来，哎，但不管怎么说吧，嗯，我们仨是平辈，哎，这错不了，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，是喽，谦儿的师父是石富宽先生，对，高峰是范老师的徒弟，就是范老师是范导爱，哎，去，说说就走善的，你我师父叫范振玉，啊，翻译过来是范导爱，哎，这没有，没翻译叫范导爱，去去去，没有范导爱啊，就是一个名字范导爱，对了，像话吗，范振玉先生，哦，范振玉先生，哎，艺术家，很遗憾，什么呀，三位先生都去世了，是这事儿闹的，哎，我师父活着呢，好，你这一句话就说死一个，你这
你真是耐不住寂寞的，你看你 这能寂寞吗？这个这人你也是，你说话得负责任。好的，这话应该下礼拜再说。哎，就活一礼拜啊？啊，没几天了。你别许给他啊！我说多了，到时候他讹你也是事啊。哎，我也后悔了。反正老先生们不多了，哎，这个希望我们的相声前辈们都健康一点，那是能够给我们留下一些个好的资料啊！太棒了，一块合作这么些年了，其实实话实说呀，您讲，他们哥俩比跟我的私交更好一些。哎，我们住的近，他们俩近，马路这边那边对俩楼，有时候于谦没事拿望远镜啊，就行，别提这个，又来了似的，看高峰他们家睡觉啊，那没这么回事。一进后台，我看着于谦坐在那儿这样，怎么了？愁眉苦脸，有心事。谦儿你怎么了？嗯，谦儿不会理我，我跟他不过这个，去。咱们弄一没面子，有买卖没交情，非得高峰来，嗯，一屁股坐旁边了，怎么了？跟我说说。嗯，谦儿一抬头，满脸愁容啊。高峰，跟我说，咱们是亲哥们儿，就是好哥们儿，是给对方舔伤口的。这比喻多好！你到底怎么了？就是于谦儿，痔疮。哎，去！前面这铺垫的多瓷实，你看见没有？一会儿我再进屋。你看于谦儿欢蹦乱跳，对他好了吗？是技术不错。哎，去，还行。演员这什么的台上他都说你这玩意儿。高峰坐在边上，嗯，对呀，我等着舔我呢，这是。高峰你怎么了？嗯，可是别咂巴嘴了，挺好，尝尝，挺好。他们哥俩好，谦儿也愿意给高峰花钱。是，谦儿家里也有钱。哎，别提，在北京大兴边上有个地儿叫礼贤。哎，有这个地方，他趁六十亩地，您听听，地里边种了好多动物，种着好多动物，种了好多植物，哎，养了很多动物。您别搁一块儿说，那很厉害啊，就是很厉害，尤其是挨着庞各庄啊，种了好多庞各庄的西瓜，您听，那产这个，想当年那是给皇上进贡的好西瓜，了不起的东西。好家伙，这西瓜自打一滋出芽来啊，于谦就撅着地上看着，嗯，一直等到收获。好，我也太气迷心了，这个他的观察。观察，哎呀，后来接了瓜了，嗯，只要一接瓜，谦儿就愁死了。怎么？我发什么？要来个鸟夸，拿着嘴一牵，这瓜就裂了，糟践了。怎么办呢？定个木头，挂个草帽，意思是吓唬这鸟。哦，这儿有人。开始行，后来不管用了。嗯，鸟明白了。那是。后来这木头上挂个破衣服啊，得更像一点啊。开始行，后来不管用了。就是。最后看出来于谦有钱了。怎么呢？就这六十亩地，嗯，买了。100多个充气娃娃，好家伙，都码在西瓜地里边。哎呀，跟活人一样。这回，哎呀，鸟不来了，连河北省的流氓都来了。哎，好家伙，对，鸟不喜欢这个。那把地踩的那个结实，挺好。来俩鸟呢，挺好。高峰爱上那儿去。对，哎呦，哎，好，我冲那娃娃去的，是冲他去的。冲，哎呦，这么些小动物喜欢。哎，喜欢动物。高峰也喜欢动物，就是高峰喜欢动物，有点喜欢的丧心病狂了，都快。哎呀，我就是爱他，已经到了顿顿都得有的地步了。哎，好，我吃了他，像话吗？跟于谦说，我想养动物，养吧。我能放在你这儿养吗？他那宽敞啊。啊，想养什么呀？我想养个猪。您别乐，我属猪的，宠物猪。对，我想养一个。于谦说养吧。嗯，买一个来，买一个我也买一个。嗯，咱俩就伴一块儿。你瞧，这俩家伙连猪都不放过，这叫什么话呀？一人买一个猪，哎，两个，两只猪买回来了，是吧？买回来两人看着猪傻了，怎么分不出来了？一边大，花都一样。这哪是你的，哪是我的？这得分着。还得说于谦聪明啊，拿刀瞪这猪耳朵，刺儿，意思是你那个俩耳朵，我这个一只耳。啊，靠这么区别一下，把这个炖炖吃了吧。好家伙，主要是这味儿，味着耳朵。嗯，猪受得了。转天来电话了，高峰你来一趟吧。干嘛呀？俩猪打架，这把那耳朵也咬去了。是他看着生气呀。嗯，俩一只耳。高峰去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谦儿拿刀，刺儿。嗯，你那个一只耳，嗯，我这秃猪。哎，对，没耳朵，成河马了。嗯，转天来电话，你快来吧。啊，现在俩秃猪了，嘿，又咬下一个去，净打架了。就是去了，这俩猪都没耳朵啊。于谦拿刀刺儿，这是把尾巴切了，也换换口。嗯，哎，光吃耳朵腻了。你那个啊，你那个猪有一个尾巴，我这猪没有尾巴啊，无尾猪。转天打电话，快来吧。嗯，这俩两头齐了，
对呀、啊，到那儿一瞧，这俩猪都没耳朵，都没尾巴，全哭哧分不出来，哭哧猪。那嗨，哥俩抱头痛哭，分不出来，分不出来呀、啊，急得切了，哭了40分钟，于谦乐了啊，嗨、哎，怎么着？黑的是你的，白的是我的，啊、就这么分的。真好，嗯，哦，他还挡，哎，来就来吧，千万别花钱啊！哎、是挡着那边，因为你买这花不好拿，哎，嗨，钱好拿呀，也搁不住。你看刚才那孩子送屁股那多好，嗯、谁送的？送桃那，这位是喝出去了，多好啊！嗯，是个好拿，你知道吗？哦。那个什么叫喝出去了？我送什么的都有。这么大演员啊！哎，这么大演员啊！一晃干这行干了好些年了。看怎么了？尤其是老高啊，谦儿哥。嗨，眼瞅着这俩人岁数是越来越大了。哎，不都那样吗？原来啊，站台上说相声根本我都不知道累。嗯。现在时间长了，腰酸腿疼。是岁数。谦儿嫂都说我。啊？说你什么呀？你现在可不如原来了。谁说？干嘛非我媳妇说呀？这高峰的媳妇也说。哎，去。孙悦的媳妇都说，哎呀，都说孙悦没敢出来嘛，跟家看着媳妇呢，得谁跟谁说吧、嗯。这俩心宽跑出来了、嗯、这个今天来这演出呢，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、哎、一小部分、啊，他们还有些个小节目要给你们演一演，把他们叫出来，哦、咱们一块玩会儿好吗？啊，好的，参观参观。打头头一位，高峰高老板。旁边这是我的爱徒啊，罗云平。哎，这是我的徒弟啊，烧饼。给他捧哏的也是我徒弟曹鹤阳。俩穿的像奶酪一样的，有我徒弟啊，朱鹤松、靳鹤兰。主持人是我师弟。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，嗯，咱们给大伙儿唱个小曲儿吧，好吗？好啊，您说。好的啊，嗯，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儿叫《大西厢》，张生红娘的故事啊。对，这唱全了45分钟，嚯，咱掐一点唱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列位都往前站一点，稍微的，哎，好。次日清晨，辞别老高命啊。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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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办案人等我朝前看呐！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一心赶考，够奔东京啊！哎哎哎！走过三里桃花店呐、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越过五里杏花营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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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桃花店前出美酒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哎哎哎哎。花美酒美，留也留不住啊！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十里厅坐定了崔莺莺啊！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好难唱的，这叫《西厢记》呀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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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愿诸位阖家欢乐，福寿康宁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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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